会气人吗？哥，可以摸摸吗？喂，我想问啊，我等一下他就先看一下他吧。这匹马，你们这个是汗血宝马呀？能拍到他头吗？你在拍啥呀？可以摸的不？他不会就是踢我。啊，温顺啊，这匹小马儿，他几岁了？音乐，十岁。哇，十岁多了，哇塞，哇，好乖呀、啊，他一点都好温顺，好温顺。啊，因为我们已经满了1500万点赞了，然后我记得我。最开始骑马是小时候吧，小时候在公园有那个骑马的那个项目，就是去骑了一圈，然后后来很害怕，然后再也没有骑过马了。想不想看我骑马唱歌呀？你从那边拍呗。大家想看，弹幕打出一波想看。我从这边。我这个马，我等一下，我想问一下这个马多高啊？我怎么感觉还比我高？你们猜猜这个马有多高？又到了咱们直播间的猜身高环节。我要跟马比一下身高呢，你在前面拍我们俩正面。糟了，这马不会超过1.5米吧？马2米啊？哦，叔叔马2米是吧，哥？哦，他说马2米，怪不得我就是怎么这么高，跟我差不多。哎、这个马有2米高。行，哎呦，他看我了，嗨，我待会儿骑一下，谢谢哦，谢谢关照，谢谢你。好，那我现在要上去了 ，OK。上去唱身骑白马，我们的点赞任务要脱鞋吗？要脱鞋吗？哦，可以不脱，那我怎么上来？你远一点来。谢谢飞鸭阿佳送来的玉龙游侠，别拍到我走光呀！不行，我这鞋太宽了，太高了，我上不去。谢谢飞鸭阿佳送来的星云公爵，我的妈呀！嚯！我这骑个马怎么这么难呢？我被抬上来的，家人们，给我整笑了。哇，好帅！你跟远一点嘛，你这样拍的有什么意思啊？哇，身骑白马，来一个那种很帅的那种威武霸气的感觉。侧面一点，有运运镜。来，大家帮我赶快把图截下来，然后视频录下来啊、哦，我待会儿看。好，身骑白马放起来，啊，就慢慢往那边走，好，我慢一点。身骑白马，感谢维维送来的礼物，天师傅大气，来再来一次，慢一点走啊！谢谢飞鸭阿佳送来的潜龙在渊、哦，跨不过，从来也不觉得错，自以为抓着痛就能挽回。向前走，不敢再一这分钟，眼前黄沙弥漫了。
守护神，谢谢大家。我想下来了，哥，我想下来。拍近场，对不对？等一下，给我个梳子先。大家好，现在我要下马。哎，这样拍的挺好看的。但是你拍到一点马行吗？摆一点 pose， 帮我截点图，感觉像那个海边大片的感觉，有吗？好看吗？你觉得？好看的扣一，不好看扣二。这个小马叫什么名字？马的白龙。哦，哇，它叫白龙，白龙马。白龙马，哎哎，天儿潮汐，哎哎。好了，我下来了。现在直播间马上1700万点赞喽，点赞到2000万，给大家我能不能自己下来？华为 P 六零手机哦。我觉得我可以。好了。OK， 你拍一下。哇，我侧边坐也这样也挺好看的。我要跳下来，哼，我要让你见识一下。不用，见识一下我是可以的。左上角三上里面就二，干嘛？下来，我的妈呀，像发生了一，谢谢白龙，下次咱们再见啊，辛苦了，谢谢哥，谢谢，好了。我们付款了。